聽過人話。咁咧這個咁啊，佢哋咧就今日會唱首歌，不過咧呢首歌咧就比較特別啲嘅。咁咧就係、唔係咧，即係一般咧人哋即係作我歌嘅。咁佢哋咧係攞咗一首歌嚟改編咗，將佢哋嘅心聲咧藉住首歌咧就話俾媽咪聽。咁咧本來咧就我哋作曬成首歌嘅歌詞㗎啦，不過咧因為咧即係時間太短，咁有一段咧就係、連唔切，咁所以咧佢哋就用獨白嘅形式咧嚟將佢啲心聲咧講出嚟。嚇、啊，咁咧一陣間咧啲媽咪留心聽下啦嘛。咁咧就算咧你仔女唔喺度都唔緊要，因為一教會一家，佢哋咧就代表曬你哋嘅仔女，即係將啲心聲話俾你聽㗎啦。咁所有媽咪都可以即係留心聽嘅。雖然你有時都會令到你唔開心，但你都不需要擔心，因為神與我